所有人要跟随明镜，我们一起挣钱好吗？与明镜一同踏上这条夜魔之路。
谢谢，这是他妈听不够的牛逼啊！谢谢你们，今晚咱们来到毛，来共同欢庆浩仔唱片的15岁生日，谢谢你们的支持。在大家的掌声和欢呼声之前，我想给大家展示一下我的背后。也许我们都能看到，这么多年有好多乐队从主神复活1234567890走到现在，这个是所有的咱们的乐队的78个 logo。 我觉得我们的掌声和欢呼声送给所有的他们好吗？谢谢。在这么多年，刚才我跟朋友聊天的时候还觉得，从主神复活一到现在这么长时间，真的是弹指一挥间。在我背后的这78个 logo 里面，有些乐队还在台上为大家表演，为了金属而甩头，但是我觉得有更多的乐队可能消失了，也许有些朋友还在我们身边。我觉得将来在下一个15岁的时候，背后将会出现成百上千的中国乐队的 logo， 对吗？谢谢。下一首歌来自上一张唱片《瞬间燃烧》里面的一首歌。这首歌呢，走到现在，我觉得更像是对于音乐的选择的一种思考，就像是每一个乐队，是以至于我每一个人，在生活中必然会有不快、无奈，甚至更多的压力。但是在这之前，我们应该想好，是勇敢的赴汤蹈火，还是去玉石俱焚。下一首歌，《钻石与锈铁》。Sorry.
谢谢。下一首歌呢，在这首歌的有些段落是留给大家的，就像我之前说的，有什么压力，有什么不快，用呐喊宣泄出来吧。下一首歌，求心至诚的放逐。Thank you.
谢谢，谢谢牛逼大家。今天呢，乐队很多，时间紧凑，咱们欢迎下一个乐队好吗？谢谢，下次演出咱们再见。